哎呦，来个不一样的，不一样。哎呦、哦，有变化的是吧？好、嗯哦，来个不一样，来个不一样。我们今天说杰伦的歌，对，我们来把它改成台语的。啊，台语、哦哦哦。这就有意思了，这就好，这就厉害了。因为杰伦写很多都是中国式的这种情歌啊，五声音阶很多，蛮适合的。我倒是第一次听到，这很有意思。之外，会变，现在这变成台语版本。台语版，就是飞去那一段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来来来来来。我送你离开，看我过意，无人在身边，孤单暝，梦中情痴，你现在在哪？送你离开，风声稀微，风温到阴天，雨到袂离，这款日子会等你，等何时？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，这个意思不错。我觉得，我说亲爱的阿爸，阮想。像伊早日写的歌，感情放落唱袂煞。我上思念的阿爸，我愿唱歌来予你听，我写亲像伊啊，带你回来阮家。写你会抓慢慢写，运动的话你才会知影，不通通听，不愿愿听，讲你离开这，我们在长大，守着家，守着那温馨的。烛光下，沉默安静的对话，我透过阿爸写上。我最亲爱的爸爸。你给我们一个家，啊，泡杯名叫思念的茶，墙上浓郁的情话，我羞涩的泪啊，我用唱歌来给你听，歌声轻轻呀。带你回来阮家，白龙写你批纸慢慢写，阮讲的话你才会知影，不通不通听，不愿不愿听，讲你离开这。守着家，守着那温馨的烛光下，把沉默安静的对话，我透过阿爸心酸，别用啥物批纸慢慢写，你讲的话你才会知影。不愿不愿听，讲你离开这，我们在长大，守着家，守着那温馨的烛光下，而沉默安静的对话，我透过阿爸心酸。哎呦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大家。